那好，不要去纠结浪费了多少天啊，长胖了多少斤，这个孩子被耽误了多少学习，只要我们静下来啊，学会享受慢生活，享受极简生活，享受一家人整整齐齐的日子啊，这样子呢，哪怕你就是每天在家里面发个呆啊，其实也。少消毒吧，我不是一个人去消毒，你必须得一人去消毒。凭啥你不消毒呗？让保持1米的距离，你现在你离我至少近，你剪头发呢，你不消毒，一次不消毒，两次不消毒，次次不消毒，我都不接受，不接受都别查。